那我们今天有几位，他们是专门在这个网络拍卖，而且是佼佼者，佼佼者，非常会。来，零元起标，一刀一块，喊多少卖多少，五档。哦，来，跟每一位都加气，来。天哪！哇，你好，哇哇，五档啊，五档啊，现在五档，接到第二位了。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你们是不是喉咙都长茧了？他们都长茧了吧？我要解释一下，业绩越好的女主播声音越沙哑。对，你看那个业绩越好、营业额越高的，大家都越沙哑。每个人都这样，你什么星座？处女座。嗯，哦，不太像哦。对，因为处女座好像比较古摸一点，比较避俗一点，没有办法去做出这样一个疯狂的行为。那个直播开了之后，就有另外一个人格会来附身啊。会踢嘎啦！对，告诉大家，你安全帽，你的成绩是怎么样？卖安全帽，安全帽，三小时有卖到120顶，三小时120顶，对，谁还要开安全帽的店面？我们要先问那一顶多少钱？对呀，那一顶10块，那这个是别人。平均的单价是一顶2000块上下。你今天有戴安全帽来吧？有，等一下会展示。我要看，如果真的盖，你要跟我买吗？对，我会给你优惠。好，现在在约会。试一下，我没接啊。在跟他介绍我们家安全帽。但是你是专爱，不是专卖安全帽吗？没有，我现在卖很多东西耶。就是卖安全帽是其中一项。对，就是几乎我现在是什么东西都有包。吃的。我现在有卖安全帽、潮牌衣服、鞋子、包包、三 C 蓝牙耳机、喇叭、精品香水、手表、海鲜、牛肉、水果、零食、童装、玩具、寝具、家电。好，找什么？我买什么找我就对了。对，你买就可以组织一个家庭，一个生活。因为我的，你要跟我组织一个家庭。我一直说家里面所有的。没有，因为我现在座右铭就是要让大家买的比外面便宜，啊，老板不要亏钱就好。你这个根本是个人版的小北百货。可以，不要叫我小北姐。哎，这个真的不错。现在其实这种网络拍卖其实可以买到很多好东西。对啊。说卖的一些牛肉啊、虾啊什么的、鱼啊，哇，都是很好的。但我们看一下，先看一下你现场工作情形，请看。我有卖安全帽、潮牌衣服、鞋子、包包。这个套路啦。边看边骂边按怒的，就是命八字命中带叫做酸米，叫做自己的素质自己决定，好不好？讲得太好了。不穿这样子，是因为我要赚钱养家，我敬业哈，我靠自己的努力在卖东西。好，那你要这样酸，有时间在那边靠北西北，不如多关心你的家人。辣椒这样怎么样？图人啊！鼻塞的时候涂鼻孔啊，通鼻孔哦、喔；被蚊子叮的时候擦伤口。哦，我辣椒酱怎么用？不是，因为观众很喜欢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所以我跟你讲，你对了。他就是这样对付酸民。对，哎，不是，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你们在卖东西，然后也会有酸民过来酸你们，他酸什么呢？很多啦。那像刚刚那个，是因为像我卖牙膏，他就会问我说牙膏能吃吗？结果我就也是吃掉半条给他看，就是挤那个云南白药，然后就挤半条。你们很记不得哎，为什么要这样啊？你肚子没事吗？当天晚上是觉得有点肚子痛，不过没关系啊，隔天就好了。不是，如果有事，现在就不在这啦。太义气用事，还 OK 啦。对啊，而且我的感觉就是说，其实换一个角度看，就是酸敏还真没事哦。哎，人家卖个东西你也去酸？其实因为我的观众是喜欢看我呛这些酸敏，你们应该也都每个人粉丝里面也都有酸敏啊。然后像他们是欠骂的。对，反正你骂他，他就不敢怎样。哎，你要不要再多一个业务？怎样？就是帮你们呛酸敏，帮我们艺人来呛酸敏。OK 啊，我很乐意。好，等一下给你名片。对，呛酸民专线。因为像他们可能就会酸说什么，你奶这么小还敢穿这样啊？然后没有，然后我就会跟他说，哦，你差不多小而已啊。然后他就不敢讲话了。啊，对，要不然再就是对，然后不然再他就是会说什么，说中了。不然他就是会说，你长这样怎么还敢开直播？我就说你长这样也还敢在网络上秀下线啊？回他，他是有对应的啦。对，看他呛什么，我就会回什么。可是我觉得你们很厉害，就是你们在直播的时候是有旁边，你们这个荧幕是比较大吗，还是怎样？为什么你可以随时看到人家的讲话？就是你要自己拿手机看他们的留言啊，基本上都看得到，你看不太到的。不是因为，比如说我在跟人家问一个问题，我们回，这没有那么恐怖。
我意思说，比如说人家问一个问题嘛，比如说你今天穿的衣服，那你就会跟他回答这个衣服，那你中间是不是就很多就漏掉？哦，对，漏掉。哦，这也是我一个特色，我是属于会把前面到后面每一句全部都回的那一种。真的假的？我讲话很快，你看就知道我是快嘴。我真的。所以我会漏就全部回完的。四个小时赚120万，就是卖了120万。哇。那个卖什么？饼干零食，他们是在仓库出清，然后就是比如说洋芋片拿起来，要的加一，要的加一，然后四个小时要破100万这样子。可是其实破100万，对，不是，问题是饼干是一个低价位的东西，要卖到，所以那些人就很像是在菜市场的妈妈杀破，像 My God Chew 那一种，然后就一直加这样。对，可能挑便宜的这样。他就没有，他们要他们可以打，比如说这个饼干我有300个，然后他们就是可以打，他要几个就打加几，然后只有10秒就300个秒杀了，就说好来要的加一，然后10秒钟到，已经完售了。哎，那请问你，比如说你们一定有，比如说你今天要直播的时段，对不对？是多久时间？那就像你刚刚讲，如果300卖完，那现在怎么办？不是啊，所以你要准备很多品项啊。哦，这个卖完再换下一个。对，这样叫一标啊，所以四个小时可能会做到60、70标、80标，平均3分钟就要卖一标才赶得出这个业绩，所以要很快。对。哦，赶快卖完就。对，就这个好秒杀，好下一样，好下一样，这样要了加一，要了加一，然后就这样子。这样大家哎抢不到了，你就会想要再抢下一波。对对对对。可是他们真的是会，你会觉得他们很像什么暴难民还是什么暴民之类的。对对。而且抢不到还会骂别人这样。请问一下，你以前是做什么的？你怎么知道你会这样卖直播？你以前我以前做什么的？其实我是第三次来上国光了。啊！之前来上那个庙会女神之类什么跑活动的 dancer 的单元。那你怎么会变成？因为其实我本来就是口才不错，然后自己讲，你在偷笑。我觉得我的口才应该是比张立东好啦，有吧？真的，你有什么资格笑我？我现在打键盘。你有什么资格笑我？对对对，就是从以前的 dancer。哎，对，然后但是以前就是接活动，在卖场卖东西呀、啊，然后就是有做 PG 就是在卖场销售，然后有做 SG dancer， 游戏实况领队导游。哦。然后对，就什么都做。完全都是靠嘴巴。他很厉害。可是他刚好就是在这2-3年就直播拍卖这个行业就兴起。对。然后我就刚好。好像有点适合，然后就来了。没，你很适合。哦，真的，谢谢，谢谢大哥。你们都是靠模仿出身的吗？对。哦。告诉你，模仿高手。哦，真的。我就把这个东西推出来让他卖。要先模仿。先模仿。你会模仿什么啊？沈玉琳。沈玉琳好。哇，我们跟他很熟。备起。从外太空买到新天空，最高安全帽只要1700，来要的1700加1。大概。你是声音在模仿哎，所以像吗？我不知道你声音为什么会这样你不要跟你模仿沈玉琳，我是女版沈玉琳的。你在模仿喉咙坏掉，你好好的人做。要不然就是会模仿那个阮月娇，你们知道阿汉播影院，他是，而且我是模仿到。酸民都以为我是越南人，然后还呛我说越南人不要来台湾骗钱。真的假的？怎么卖？大家好，我是来自越南胡志明市的阮月娇，我嫁来台湾8年，再跟大家介绍我的新区，我是阮月娇，我喜欢摔跤，喜欢包水饺，也喜欢吃懒胶。等一下，我是说我喜欢吃辣椒，懒椒，吃懒椒，因为越南人都爱吃辣。对，好吃，我们爱吃辣，辣好吃。对，那阮月娇今天来卖安全帽，谢谢大家。可爱啊，好像哦，厉害，真的好玩哦。我跟你讲，这一段呢，剪给吴尊，叫吴尊好好的欣赏。跟人家这个，我刚刚有遇到异响啊。哦，异响。对对对，因为我也会，古早想办法看到，我会叫我抓，看到白去别抓。人讲东山中以后，台湾就大抓，台湾够大抓，本事请下辈带骨科的爆毛啊，好抓得啦。然后他就说他要跟我一起录一支影片，这样。不是，请问一下你有什么不会的？没有，我只会特定自己想模仿的东西。好厉害哦，随手可。他的英文版跟抖肩舞我都会，所以以后不用发异响，发我。他会的我都会，直接一个艺人之夜，他会的我都会。对啊，而且巴黎画面也好看一点。而且我有腹肌，然后你看一想，哦，他有腹肌，他有，没关系。但是我有奶，哎。他就没有来了。对。好，那个今天我们就在那边宣告逸翔失业。他在楼下。宣告逸翔退出演艺圈。会不会顺哥的节目也换他演？逸翔也被换掉。也吃下。OK， 我们现在开始。
介绍一下，安全帽，安全帽，酷哦！就是这个是我们平常直播上会卖的，这是 DIC R3 的安全帽。对，那这个是钢铁人的配色。那这一顶呢，它就是有经过 DOT 认证 DIC R3， 这个叫做安全扣。什么叫安全扣？就是8+9喜欢骑快车，然后如果飙车是护目镜都会吹起来，对，这样是很危险。那所以我们用这个安全扣，它就是这里有一个豆豆。欸、就可以扣住，按豆豆那边、欸，所以要这样搬开，哎、欸，对，好，搬开之后，这样子才可以打得开，所以就不会因为骑快车就飞起来。好，然后这一款里面有这个护目镜，双层，对对对，这个叫内墨镜，它就是可以帮你挡什么大灯啊、阳光啊，跟飞行的，对，但是护目镜这一顶在外面门市的话，可能都会卖到2800到3000多块，然后我们直播上就直接便宜500到1000。直播上我们只卖1700，对，然后它这个叫电镀片，这个一定要介绍给你。这个平常在门市买的话，可能要400-500块。电镀片就是可以抗 UV， 然后我都会说它是吸汗必备，哎，因为呢，如果你平常呢喜欢就是戴着太阳眼镜在路上偷看路边的妹子跟奶的话，你都直接看嘛。然后你如果有这个电镀片的话，你可以看到外面，外面看不到你。哦，对，所以如果长得丑也需要。这样。对。帅帅帅！颜值上升30%。帅度爆表。所以我觉得立冬不一样。帅的上立冬。对对。哦，丑丑丑丑，帅帅帅帅，哦，丑丑丑丑丑，帅帅帅帅，所以几度完会内伤。对不起啦。没事没事，来。这个，因为我们安全帽都有经过 DOT 跟 CNS 认证，所以才有经过防撞测试。所以就是，如果你现在能把它打爆的话，我给你5000块。打爆！但是我先闪远点，我怕用力可以吗？哎，等一下，老板，这顶可以，可以，好啊 ，OK OK， 可以哦。一针太太大。因为这个是我们出车祸要保护安全的，所以它一定是经过防撞测试。原来你是左撇，我左撇子啊。哦 ，OK。2、3、3。真的假的？上面就一个小擦伤。哇塞！真的哎，我很大力，没有凹，全没伤哎，凹都没凹，没凹没没有破。所以安全帽290跟2900差别就在这里。很大力，什么？哦，三明不相信，他说这个吹都是假。等一下，把人体测试。来，我们筛筛子吧。流行筛筛子，筛筛子。OK， 好，是。锤子是假的，没有。人家说这只锤子是真的吗？哎，那你这个锤过了就不能卖了吗？对啊，就拿起来就送我了。啊！你快点拿新的给你。你先买就买啊，他的锤过就不能卖。老板太要了，给他了。那一顶不能，那一顶不能锤。想要什么就锤子啊，来呀，锤的，真的。两位大哥贪小便宜，价钱不一样啊。OK， 这个好帅哦，这是干嘛？这个不是我们自己改的，它是原本就长这样。这要干嘛？哎，对，它本来只是装饰，可是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不是喇叭，所以这顶特别就是把它加装了喇叭给大家。真的装喇叭？这是为了节目改的。乱讲的，改真的啦。为了国光，就是大家都问，对，大家看到都会说这是不是可以放音乐，然后未来上国光，还有蓝牙，对，我们就让它可以。其实它只是为了通风而已，但是它现在为了我们把它改成喇叭。哎，这音乐是工作人员挑的，对不起，按到小声。在这边。哎，那你骑车的时候很戳哎，整个路上都在看。是啊，还有，哎，而且这个戴在里面听应该很清楚吧？对啊，而且环绕啊，直接对啊，喇叭在这里面。这么老板自己戴起来看看，戴起来运动戴，对对对，麻烦你。行动电源。可是有头围的问题，你头会很大吗？哦，哎呦。哇塞，这好酷，很穿哎！哎，这个不错哎，这个造型好可爱哦，好可爱哦，不错。哇，整条马忠孝东路你最穿，整条路上都看它。哎，有没有去夜店的感觉？真的，对啊，萌萌的。你要什么歌可以自己放？